有没有很路边摊？看一下有几个座位？太多了，有没有？大概20个，20-30个。哎，这里用餐，两位，坐这里好吗？好啊，好啊。去拿菜。好，这边就是随便夹。自助啊，对，自助，但是不能浪费哦，浪费的话会罚钱。有饮料，然后白饭，然后酱料。你们看这个，如果就是你浪费的话，会加收200块钱。这里是火烤区，猪肉。有牛肉吗，老板？这个牛肉。哦，好的好的。这个咸猪肉，我自己腌制的口味，你尝尝看。好，销售量最高的。很好吃就对了啦。啊，这个客人就吃很多啦。招牌啊，然后还有火锅猪也蛮多的，然后呢火锅猪还有就是比如说蛤蜊啊，各类的青菜都有，比如说这边就蛤蜊可以随便自己用，然后鸟蛋啊，各种就是很路边摊，有没有冬粉？我想吃冬粉。什么南瓜？这是青菜类，香菇，然后还有小鱼。哎，这什么鱼啊？你知道吗？这个不知道什么鱼。哎，那边还有鱼皮耶。哎，对对对，还有这种鱼。那种鱼，这个好像是那个，不知道哎，他们懂，反正就是鱼啦。对，然后还有这个茄子，青椒，这个就是老板说的主打。对，培根。什么猪肉，什么牛排，什么鸡腿肉，全部都有啊！才5点多钟嘛，还没到吃饭时间或者是下班时间，所以你们看目前看是没人。等一下我跟你讲，就坐满了。这家开超级久的了，他这边这是吃到饱的，目前一个人是270块，50多人民币，我都吃。50多人民币一个人吃到饱，吃到吐。你看 Cynthia 很会哦，炸酱配个酱油，然后一点点葱或者是蒜就差不多了。好了，这是我们第一轮吃的，我们拿了一堆牛肉，这里都肉类，然后这边都是生菜，然后一盘蛤蟆，等一下全部倒到这边。这火烤两只嘛，有火锅，跟这里可以就是烧烤。哎，对对，还有那个香菇啊，烤豆，对。他就是弄这种很一般的，然后直接生火，然后直接在这边。你们看，然后他要附送什么？这是要怎么烤呢？他又给这个奶油，把奶油涂抹在这上面就可以吃了，非常好吃哦。爸子，你在干嘛？就把 butter 丢下去的意思。你这样，你小孩会不会觉得，哎，你总是自己在偷吃？没有问题。哎，没有问题。妈妈问题要讲吗？好好好好好。没有。好，谢谢。妈妈自己出来吃美食。对。应该可以吧？可以，但没有奶油了。放上去，哦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我们吃得完吧？应该是可以，应该可以。我们也没拿很多，说实在的，没有限时间吧？没有限时间呢，这一个小时吃完了。那也吃太快了吧？然后我们有就是白饭。再加上这个，直接加着吃啊、哦、，super！ 这混血妈妈炒肉炒得有模有样。好喝，我们现在要把蛤蟆直接整个，会不会喷啊？好可怕、哦！我接住，丢进去，哇！我可以吃三盘，我可以吃三盘。现在已经烤好了，你知道这怎么吃吗？就是虽然说可能对你们来说比较清淡，但对我们来说已经很重口味了。对了，我好像我不知道，我忘记，我记得是有带啪啪，就那时候同学有带啪啪来吃，啪啪觉得很难吃。哦，真的吗？啊，啪啪觉得很难吃，真的吗？他可能觉得没味道吧？你觉得有味道？我觉得很重啊。他自己要带盐巴了。他爸可能需要带一个老干妈。这一锅全部都菜，很有没有很有火锅的感觉？你这个感觉比台湾人还会用哦。很会有没有？大学的时候是在美国读书对吧？嗯。然后高中以前都在台湾。没有错，这其实还蛮咸的。我觉得很浓啊，说实在的。好吃对不对？嗯，好吃，肉还蛮软的。就是它虽然是没有办法跟那个餐厅比，但它有它的味道不一样。而且你可以，你想要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坐在旁边，然后我不知道，还蛮自由的吧？对。加一次汤差不多饱了，我们胃其实不大、欸、我发现了。不是，我其实两个人吃大概还蛮多的、啊、你看我拿了一盘菜跟蛤蜊，要大力点。没有，我搬一点，我搬一点。好点吗？我可以啊，用那个嗯，谢谢。哦、啊，你要转的话，往下转就可以了。好好好，谢谢。好，不客气。我刚刚是用拨的。
因为太大了、啊。吃饱了，赞赞。我感觉我们都在吃蛤蟆跟菜而已。真的，你看这一盘蛤蟆，差不多全部吃完了。总共只要540块，大概晚上6点多，整个灯就亮了。然后那边就是饮料店，有没有？有人已经坐在这边了。对，我也觉得有点像酒吧哎。他音乐有没有？他有 DJ 舞台。对，他 DJ， 你看他已经来了，包包放在那边。他等一下就要开始了，吃的太饱了，太饱了，就散步一下，散步一下。对，哎，你看这个，这太可爱了。啊，谢谢。哦，真的，谢谢，谢谢。Hello， 有饼干，我们今天是出来做活动哦，只有有缘的凤山朋友才可以看到我们哦。对，活动直到7点，谢谢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这个车也太可爱了吧，好大桶哦，这个太可爱了。